2000年，跆拳道首次纳入奥运会正式项目，黄志雄、纪淑如两位国手分别获得铜牌开始，直到2020东京奥运，跆拳道一直是我国夺牌的重点项目，也是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选手们场上全力拼搏的身影，也总是能振奋人心，感动无数国人。跆拳道从民国56年传入我国，发展到现在已超过50年。我们能够有如此的好成绩，事实上与国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越战的时候呢，当时韩国有派遣了一些特种部队到越南战场去帮忙打越战。跆拳道本身是一个武术战技，具有相当高大的那个杀伤力，发挥很大的组合的作用，越共怕的要死啊，所以这个部队呢就在越南战场开始出名了。蒋经国总统呢之前担任国防部长的时候，就奉命到韩国去做军事交流访问，就去韩国的部队参观看了以后，哎，跆拳道这个东西确实很棒啊，那就也受到韩国总统朴正熙的大力支持，卢孝勇老师、洪信仁老前辈他们第一批的就啊几个人就到了台湾来，国防部选定海军陆战队士官学校，成立这个在民国56年成立这个海军陆战队第一期的那个举拳班。为什么叫举拳呢？先总统蒋中正呢就是说勿忘在举，用这个举这个字来勉励国军，开始第一批学员啊，王元昌、陈丰儒、李传杰啊、陈秋华、陈龙清啊，这些老前辈都是很优秀的一些第一期的种子教官。民国62年国军运动大会，跆拳道首度列入比赛项目。民国70年间，为贯彻政府强身强国的体育政策，军中进一步成立跆拳道国军队，以为国争光为训练目标。我进去受训的时候是待在所谓那时候叫做国军队，他是把三军的这些跆拳道的好手都集中在我们陆战队许拳队这边做训练。那时候班主任就是侯伟新侯主任、罗文祥罗教官，还有吴聪哲汉城88年奥运的铜牌，都在国军这个集训队里面。那时候早上在做训练的时候，这个被吴聪哲教官指导过，他教我说你要旋踢要踢得好，你要这个去了解一下怎么样去做这个旋踢的动作。他叫我拿踢把，拿踢把，他只踢一脚，我整个左手背都麻掉。走过国际赛荣耀夺牌的大时代，举拳队卸下重任，继续在既有的核心任务上默默耕耘。随着时代的进步，除了依循优良的传统，部分训练方式也有所精进。民间跆拳道现在是偏向体育竞赛类，拿掉所有的规则性的话，那就它就是一个举拳的战技。我们比较着重在超远类的击破，然后这个承受力的部分，草靶的训练，然后会训练手部的承受力。队上本年就开了我们海军分部的运动科学师资班，哦，运动科学它最主要就是从观念开始学习，啊，比如说观士兵30公尺不会过。他除了个人的肌耐力以外，最重要的还有很多部分，比如说心肺的耐力、核心肌群的耐力等等。因为有走过以前的路，才会有现在的科学数据出来，就是学者他们才可以收整成比较精的数据。比方说这个重量大概要做几下，然后可以成长成是肌耐力或肌肥大的部分，就依据方向可以去做训练。应该是说时间缩短，然后更精。然后在运动防护上面也比较讲究，我们希望队员能够走得比较长远，而不是把他训练坏掉了，然后结果没办法让他上战场这样。迈入现代科技战争的时代，
近战格斗在战场上虽然不再受到关注，然而承继光荣传统的举拳队对跆拳道运动发展以及对国军战力而言仍有其重要的价值。我知道说有这一份工作可以让我继续延续我的热情，所以我想要来到举拳队，不只是在身体上的这个锻炼，更重要的是你在心灵上的刚毅需要有所提升，让我感受到历代前辈所传承的这个忍耐克己百折不挠的这个精神的一个传承。海军陆战队举拳班呢是一棵大树，是中华民国跆拳道种下去的第一棵大树，开枝散叶开花结果，才有各地的跆拳道馆蓬勃发展出来。军人的中心思想是保家卫国，除了现代化的打仗，必要的科技跟战术运用，这个才是真正落实在你身上的基本战绩与体能，还有灌输你强韧的军人中心思想，保护国家不怕苦不怕难，这个信念。